偷偷喜欢你的女人会有这五个表现。一，刚毅秒变温柔。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，她就从披荆斩棘的女英雄变成了瓶盖都拧不开的小公主，只是在你面前才会有柔弱脆弱的一面，让你有想要保护她的想法。二，模仿你的动作和说话方式，模仿是奉承最好的表现形式。当一个销售员想向你推销东西的时候，他会不自觉地模仿你的动作，如果你摸了下脸，几分钟后他可能也会做相同的动作。三，你送的礼物他都会当作珍宝一样珍藏，只要是你送他的东西，他都会好好的珍惜和保持它，因为你是他喜欢的人，所以你送的东西也是他最喜欢的。四，你对女人爱搭不理，他还会上赶着找你聊天，因为他喜欢你，所以才会频繁来找你聊天，想和你建立更多的关系链接。人总是会爱上陪自己聊天的那个人。五，她的性感只在你面前。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，一般来说她会在约会时充分展示自己性感的一面，可能特意化几个小时的妆，穿上布料较少的衣服，还撒上诱惑的香水，非常珍惜和你独处的机会。